好像一点那个上刀，哦，好有优越感哦！看，我要扣你了哦！哎，不要了，抱歉，还砍金鱼啊！我扣你了，抱歉，别啦，有话好说。太可怕了，这双刀，就我们很可怕，两个强大、欸。而且我吃故意吃 KO， 下去捡个痕迹啦。有啊、哦，应该还在。对，让我舔个足迹，然后去敲矿了。哇！ 啊，这是谁啊？哦，冰啊！已发现调查报告。天哪、啊！恭喜哦！掉泰勒管。通常都是阎王龙，或者是燕飞龙，他们燕飞龙，他们夫妇很常会出现。天哪、啊！看摇晃几次了呢？哎呀，这个白色的珠子难不成是暴平珠？白色的珠子啊！天哪、啊！防影珠。 那一冲珠，哦，灰色的，对吧？哦，灰色偏哦，白色偏，记错了，抱歉。我去赌博一下了，最后一场，好，那就等下去换我的了。 我会只点成开心任务，真棒！开心，任务，越打越开心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那有看过吗？啊？天天开心啊？没有，我只有那个听过而已。哦，练个。那这是什么？真滴不知道。吧。 哎呀，散弹！不错啊！哦，真是阎王龙哎！炎飞、智能、一猫，哇！哎，就打那个了，等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！有时候你一个人也清不掉，我们来一起雷掉。我们帮你清一清。我自己雷掉就好了，何必你们嘞？ 用啊！<笑>我们帮你们打快呀！对呀、啊，一起雷比较开心。<笑>对呀、啊，那、啊、你进不进来？对呀、啊，啊，我进台了，我在任务区啊。嗯，感谢追随。走起！天哪、啊，满满的食物罩。 等等，就要把他们的那个的嘛公司写复评。那个满意度写复评。然后为什么我突然趴下来？好，跟你一起趴。<笑><笑>这是旗面组吗？又有旗面组？是吗？是旗面组吗？我开始。是的。耶，大炮旗。开心。哎，你的痕迹呢？我怎么没看到？ 该抖一下你的毛喽！给我抖！<笑><笑>
变态有没有？干嘛？我想趴，你也想趴他是不是？趴色，想趴的。来啊，去骑面组，那么跟他黑皮一下了。哎，有点大只，相信我。等等我啊，老师。相信我，他倒了。哎，有点真的有点大。你们恐怖、啊。他头在哪里、啊？突然双刀之后，头在那个攀爬这边。哎，如果这场真的是大金，你要请我吃什么？我请你吃卤肉饭。哇！等一下，那个石头是怎么？哎，石头放很贵哦。石头我还不了蛋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是不是想雷啊？你不想怎么大击就算了、哦。那个石头很嚣张哦。你知道我大概换我换了十秒换不了蛋啊？我们一起恐怖啊！哦，在他胯下，天哪，他真的太大只了啦！过来。好高哦，欸、对，我没有穿强打、欸，哎，怪怪的，浑身不对劲。来喽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后面打散弹的，我已经换位置了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我是扩散的，我是丢落石的，很会丢，很会丢，我的队友都很棒。那个丢落石的不比我差、啊，真的，一个比一个会打，嗯，这么快都是三百多等的。经过时间的调教，我们这个铁人再铁人，铁锤，你个铁锤，已经把铁人，先离开，先去找，好，拜拜。爱修背包哦，那个。没事没事，还还蛮蛮热龙射手，好了吗？我已经趴好了。那个，哇塞，哇塞，那个是怎样？不错，这不是倒了？这么骚啊！我欣赏，是，这么骚哎、欸！落石来喽！还敢落石啊？啊，有大金了啦！卤肉饭你请定了，好，哦，最贵的哦，好，没问题。台湾再也没有输字的时候，我就要吃卤肉饭了。台湾最贵卤肉饭哦，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有份吗？有，都有都有，听着有份，听着都有，听着都有。啊，我不会去台北，不好意思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他不是台北人、哦，他不是台北人哦。有，他不是台北人是不是。我请我请问我在台南，他是香港人。哎呦，好、啊，等我去香港，我就请你。听者有份哦，观众全部站出来哦。快追随，订阅起来哦。天哪、啊，追随而已。立即订阅就卤肉饭吃。哎、欸，太棒了。HTT 真的要送东西喽。订阅繁星加杰克就有卤肉饭。上次说的 PS4 就是他哦。为什么是有三碗是不是？什么沙瓦？哦，三碗，一人三碗是吧？因为一个是会员，一个是两个是订阅啊，啊不是两个会员一个订阅啊。哦，强弹珠啊，那也是强，有吗？有吗？大金哎，大金哦，卤肉饭的啦，卤肉饭的啦，老天实在的打字一波，来拼。凭繁星跟杰克的订阅截图换一碗卤肉饭，各位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所以你还缺什么？你讲的哦。
我缺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缺一般打得到魔物了，就是那个活动有的那一种。我古龙类都结束了，然后古龙类结束就好刷了。我早就没有了，就对。好啊，走啊！原本就把他扣死吧，太危险。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瞬间残血的那种，就看我们全部死光。要么就是打过了，要么就是死过了，要么就一次死，要么就是我们一次死，要么一起过，要么一起躺。可以可以，还是我在后面当笛子，看到你们有危险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说你这样反而更容易死，来不及。没有不会，直接压星辰肉干，你们会回满血。哎呦，哦也是哈。对啊，我直接压星辰肉干。你带星辰肉干去那边狂吃、啊，我就在那边吃星辰肉干啊，我不干别的事情。最会吃肉干的人，可是伤害够吗？我讲半瓜呢，够了。我带那个打阎王炎飞的啊，我怕三十。那我要吃猫的火场怪力咯。啊，啊我然后我帮你喝回复药，然后复活火耐性、欸、有 KO 四维，好哎、欸，那我吃、這個。所以是我当笛子是不是可以？我还是用旧版的，旧版的那个复活耐性还比较低的。马管。马瓜，马瓜，马瓜，这任务耐火。我吸尘都干不够，要做一些。恐怖哎、欸，那需要做啊？直接买啊！直接买啊！做屁呀、啊！为什么是用做的、啊？怎么年代还在用做的？他还没特价，我不想买啊！哇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你过来！哇操！我直接给你。哎、欸，我来了。一次只能给五个，超累的。慢慢给啊，慢慢给啊，一次拿一个啊。整款道具啊，我上好满了。星辰肉干是吧？星辰肉干可以制作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做啊，只要能做都可以做。废话，只要能做都能做，我一直很小。你在讲什么？你不讲我也知道哦，兄弟。快，有吗？有清单调和可以制作，你好了吗？好了哈，换我了，换我了，换我了。啊啊啊！哇，太感动了。哦，烦。哎，领取道具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？我没有领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刚买的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放进包包了、啊。还是不想要我的？没有，我太想要了，怎么可能不想要？太想要了。快，你不是不想要了吗？要。再点哦，手速没那么快，很累。哎、欸，怎么旁边有人飞走了？诺基亚。哦，隔壁棚的。隔壁棚、欸。竟然不留下来给我个肉干再走。就隔壁棚的哦，理你嘞。多缺肉干啊！你只能带五个而已啊。对啊，就五个，五个够用了吧？走吧，我已经接了。好，走吧。啊。在玩什么 ？L 四 D 2。对，世界，然后L4D2 世界，等一下看到我们放烟火了，在那个，然后地图是那个黑色嘉年华，没了，先是放什么红色嘉年华，红色嘉年华，哦是红色嘉年华，对不起，哎、欸，不止红色、欸，那只波，你是不是不想接了？色嘉年华旁边有啊，我正在接，我刚刚换东西，不要紧张，我紧张。呀、yeah, ，五个奖励，在玩。嗯，杰克，你带散弹去打？没有啊。我的扩散啊。那个，这是明灯扩散。哦。为什么不拿黑暗左右？因为火抗太低。你为什么电子？我这个就配的就复活呢，他新配的有复活。对，你要神经质。你为什么电子？会死人啊！喂喂喂！我以为是我的问题耶。A B C 高嘎低，加油啦！阿光在回击，很电呐、啊。G D 高电，嘿嘿。可是我听也很正常、啊。大补你喝吗？我们听不正常啊，怎么了？大补你喝吗？啊，可以啊。来讲话。啊。好，我喝。好，那就不喝了。我加熊霸。加霸金矿。我看杰瑞没，灯亮着，但是没有声音。杰克啊，杰瑞。杰克、啊。声音有点断，是我听过吗？
在旁边绕是有意义。喂，哎呦，正常了，刚刚伺服器的那个伺服器爆炸啦！有个伺服器突然间跳，人家直接去前面睡他啦，免得哦，你们打烟飞啊，我忘记。你说你们打烟嘛，我想要帮我喝个冷饮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累哦，突然不想当捕食了。离开啊！离开啊！离开啊！不要接啊！攻击要着急，先去免他，先去免他。不想要攻击猪就讲啊！我太想要了。